泰山民治路三段531巷，由于巷道狭小，车辆会车时都会压在排水沟上，造成声响，影响附近的居民安宁。经过里长陈廷之后，公所也立刻派员来施工进行整修，并且将沟内进行清淤，给民众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泰山民治路三段531巷，由于巷道狭小，车辆会车时都会压在排水沟上，造成声响，影响附近居民安宁。经里长向公所陈情后，公所日前立即通知厂商施工，将这老旧排水沟进行改善。里长有反映，那这条巷弄内的一个水沟非常老旧，而且刚刚会车的时候啊，许多的车辆都会压在水沟盖上面，造成许多的一些声响，还有一个居民相当的不方便。所以我们今年特别针对这一段的一个排水沟来进行一个整体的一个更新，那希望说给当地的一个居民还有一个好的一个通行环境，还有能够改善相关的一个排水的一个设施。泰山区长林庆峰表示，排水沟进行整修时，同时也请施工人员将沟内进行清淤，以加大排水断面，使水流能够顺畅。在整体施作当中啊，我们也把整个水沟内的一些淤泥还有一些障碍物的部分来做了一个彻底一个清理，希望能够加大相关的一个通水的一个断面，保持排水的一个畅通。林庆峰区长表示，透过这项工程，使车辆行经时不会再发出声响。完工后将可提供给民众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记者胡宇轩泰山采访报道。